小米 Mix 2发布会 PPT 曝光，售价揭秘。下周一，小米要在北京发布新品了。除了主角小米 Mix 2之外，应该还会有小米 Note 3。至于还有没有其他新品，暂时是未知的。但是这两款铁定是会亮相的。现在有网友在米外论坛上发出了一组所谓是小米 Mix 2的发布会 PPT， 主要罗列了手机配置和一些亮点功能，当然还有大家最关注的售价问题。从所谓的 PPT 上来看，小米 Mix 2将会搭载骁龙836处理器，同时提供 8GB 内存和 128GB 的 UFS 2.1 存储，提供超声波指纹，屏幕正面不用开孔，从正面看跟屏下指纹效果类似，同时还支持薄膜识别、解锁等等。此外，这款手机的背部还提供双后置镜头、HiFi 音效、4500毫安时用料电池以及全功能的 NFC。 最后，大家最关心的售价是4099元。